滴滴尼凯也出龙年限定款辅食锅了，宝宝添加辅食后有这一套就够了。这个娃娃实在是太可爱了，天然纳米陶瓷的涂层，不粘锅不黑锅，多重导磁复合锅底，导热快，煤气灶和电磁炉通用。看看这个汤锅，煮汤烧粥都可以，非常方便的盛汤口，炒锅的深度也够，咱们用来煎炒都刚刚好，锅的整体非常光滑，也没有铆钉，包括它的手感都非常好，还送了一个硅胶铲，软硬适中，造型也非常可爱，还有一个收纳袋，里面有一张手写的贺卡，也太贴心了，还有10个压缩毛巾。先用煎锅做个无油煎蛋，不加油锅热倒入一个鸡蛋，一点油都没有放，直接煎的看一下，一点都不粘，然后用汤锅煮个排骨汤，看着也太好吃了。如果有姐妹要选辅食锅，一定要选迪迪尼卡，它一定是你每次用都觉得好用的锅。